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真心真意安慕希，长白山蓝莓酸奶最珍惜。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上芒果 TV 搜索大侦探限定卡，购联名款蹲蹲机享特惠。大侦探规则升级，奢侈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百变大侦探 APP 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四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骑投凶时，侦探可在两轮各投出一票，共计两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二轮各投出一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一枚徽章，侦探若两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一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六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一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两票，玩家每人可投一票， 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一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百变大侦探 APP 侦探徽章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大理寺少卿何有明与其弟子黄子受朝廷委托前来调查妖猫杀童案，恰逢芒州府内正庭审一起休妻案，他告他欺凌他，庭内双方争执不下，欲请真刺史进行最终审判。这什么声？什么声？此时后院传来一阵骇人的猫叫声。参军，你带本人去看看吧。众人随即前往查看。此时，大人，却发现真刺史竟死于冥想室内，面部有多处抓痕，胸口处有锐器伤口，初步判定胸口伤为致命伤。这应该就是致命伤。经过初步排查，州府里面是有堂审，凶手就锁定在芒州府内的五人之中。你们五位，他们分别是熏到了、张波斯、大嘴巴、容嬷嬷、欧巴。芒州流传的妖猫杀童案到底在掩盖什么？猫妖杀人的这些案件都是没有尸体的，真的死是否与妖猫有关？哎呦，真的有只猫。哎，妖猫案布线的时候，他突然变了一个人。容嬷嬷为何突然性情大变，无故伤害身边人？我天天挨扎，还给我嘴里被刀片，这是为什么？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经过分析与讨论，各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露。他不仅要害我，他说我还找人扮成了黑衣人劫欧门镖局的镖，让他们频频丢镖，欧门镖局信誉受损，订单减少，还安排了不重要的小弟广贴告示，说熏到了打肿脸充胖子，兜比脸还干净，他被逐出了阔少俱乐部。我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啊！我天天挨扎，还给我嘴里被刀片，这是为什么？这个是他从别人那得到的，还是别人写给他的呢？就等于说他去安排了一个小弟去做这个事儿。相公，弟弟，你们相信我是这样的人吗？相信呢，现在越来越信了。我必须在那俱乐部里，我不行，我不能从那俱乐部里出来。你天天让我点蜡烛，我能不信你是这样的人吗？我觉得他对你们俩这样做我可以理解，但他一定不会伤害他的欧巴。对啊，相公，弟弟，这不是我干的。不是你干的。这个压根就不是我的，你还装什么啊？你跟他还有一腿啊？什么意思啊？My God! Double leg, double leg, another leg, double leg, give me another leg. 哎呦，笑死我了！真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是因为张波斯的生意做得也很好，所以有一天呢，我就到他的店里想去请教。无意当中就在他的店里面发现了一个这个，我觉得特别奇怪。当时他不在店里，想找有合适的机会去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多久了？今年年初的事儿。
2027年你找到了一些我2026年做的事情吗？对对。你觉得我在针对你的朋友吗？是吧？对。好，然后呢？你拿的那个信，你没有任何举措吗？对，我就是想一直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去跟他对质，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您先生天天被刀片这事儿你就不管是吧？你先生没有，我是会觉得说你喜欢扎针，那是针灸。相公，那是针灸。他现在就是说乌鲁乌都说了一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最终有一个现在跟猫唯一有关系的事儿出现了。他有一个咪咪狂香，他说此乃稀有香料，猫只要闻了之后就会即刻发狂。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咪咪狂香确实是我准备的这个东西，我跟甄定期会去给他裁衣，就是量衣的。那你是随时有机会可以进到周府的，对不对？对。然后呢，那天我就突然看到，就是离这个周府很近的地方有一只黑猫，所以我就弄了一点咪咪狂香，弄在他的衣服上，让猫妖收拾他。不是，因为我知道，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里，只要脸上有伤的人是不可以到京城里，就是将来继续当官。这么离谱吗，皇子？是的。咱们这个国家是这么严控的啊。跟我没关啊，我这个被遗弃的皇子而已。现在你知道你被遗弃了。然后呢？所以呢，我也并没有想说就要置甄于死地，我只想说让猫把他的脸抓伤，毁他的仕途。我想问一下，咪咪狂香是不是那种黑色的小颗粒圆形？没有，它是液体。液体状。液体，对。你今天用了这个吗？咪咪狂香，我不是今天用的，我是昨天。昨天用的。本来我应该是前两天去的。然后呢，我身体不适，所以我就变成了昨天去。哎，那他最终脸上是被抓伤了，你觉得是你这套起作用了吗？我觉得是啊。好了，所以说，我刚才问了半天您为什么虐我这件事儿，您就说其实恨铁不成钢。对啊，就是这么点事儿是吧？嗯。我上来就是自取其辱了一番之后就可以下去了哈。跟他我说完了。好的，谢谢。好，谢谢。他没说他怎么虐我，他为什么虐我。那么熏到了应该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张波斯的故事了。因为最后讲嘛，他必须得有一个高度。你看那猫耳朵一个高度啊，有点斜。不是一个高度，不是一个高度。他这个张伯斯这个虽然照片比较少啊，但是就是内容很劲爆啊。先找了他一个账本，然后说2026年1月开始张伯斯他这个杂货铺开业了。2026年铺子亏本20两，带甄熏欧逛园子，就是说呢，他这个铺子一直是亏损的，然后他就一直不停带我们玩，他就有点，你知为什么呢？我异乡人来此地做生意，不清楚你们王国的规则，水这么深呢，我得行点好处嘛，找点人脉嘛。是诈骗公司的，先投点东西，再让我们投回去。才注意到这个账本，混得熟了之后就完全是甄熏一块玩了，不带欧了。那这钱得花在有用的地方吧？你还被淘汰了？对啊，然后我这个外国商人这是直来直往吗？我们给你那么多钱也不做事，对吧？然后我就开始弄你们嘛，就是你刚才找那个2026年，哦，就那个信。哦，这么来的？哦，明着在这给哄我们玩，带咱们逛园子逗蛐蛐，然后背地里就弄我们。哦。但有一个问题啊，大嘴巴，你到2026年还跟他们一块玩呢？我没跟他们一块玩啊，那干嘛给他吞刀片，让他步子不能弄啊？
对呀、啊，那你犯不上弄我呀，我都惨成这样了。我报复面积比较大嘛，我知道他们曾经都是好朋友。他就是全员攻击。那我就是丧嘛，对不对？我天天回家挨扎，然后还有人暗地里给我背刀片。所以相当于你是2026年1月才到这儿，对吧？对。不知道他为什么很怪，他有一次屹立在我们镖局门口看了好久。哎，我就跑出去问他，我说你是有事儿啊，要脱镖还是干嘛吗？然后他说站在风里好像要流泪。我问他怎么了，他居然说我们家的马粪太臭了。说完他转身就走了。后来我想，这波斯人真是矫情，我们家马粪太臭，他站在干嘛？你干嘛去了？然后呢，还有一次他问我为什么不讨老婆，后来我就说哎，没机会，就不理他，反正他就是怪怪的。哎，波斯人就是这个习惯嘛。不对不对，然后发现了一张针刺史给他写的，张波斯，你的土特产什么时候到？有点还上货还得，还开始要了地毯，对不对？要供波斯地毯，我都想不到他这个胃口这么狠啊！他跟我说你给我来点土特产，我想我们老家那边土特产不就波斯地毯吗？波斯地毯对吧？我就给他挂了几块就很精良的波斯地毯啊，结果他第二天就把我铺子封了。我就到处打听，我说他这针刺史说的这个土特产什么意思，我给他土特产了，他说黄金，他要黄金，我就又给他上了50两黄金。第二天哎，果然店就开了。啊，勒索你。然后我发现了一个精神油。精神油是什么玩意儿？精神油是这个国家的违禁品啊，就是它抹了之后会有成瘾性，然后会让人高度亢奋，就非常容易在这个纨绔子弟中间可能就形成这个流行，然后破坏，会不会导致这个人性情大变？哎，有可能，然后会让人头脑清晰，精神抖擞，长期使用会产生依赖性，主要是它会上瘾和依赖。这个东西是你哪来的？这里头有个通信，7天后第一批货必须押送到芒京，否则就等着掉脑袋。是针刺史在3月10日给他写的一封信。2027年没写哪年，就是3月10日，但是他2026年，2026年才来是吧？这应该是2027年的信吧？对对对对，就是2026年，我的关系还比较浅嘛，不可能跟真有这样的交流。啊，他等于把这个精神油要往那个芒京运。是这样的，我的这个商铺里边有一款商品卖得非常好，叫提神膏。提神膏本身是非常安全的，它已经非常流行，非常畅销了。然后呢，针刺史就希望我把这个精神油的成分加到这个提神膏里边，这样容易上瘾。而且这一批货是专门指定要我送到芒京的，不是在这儿。他这一批药可能是贩卖。对，这不又能挣钱了吗？真的房间养。他威胁我要做这个事儿，我作为一个外来商人没必要搞这么有风险的事儿嘛，所以我一直犹犹豫豫的，不如杀了算了。哎，不能做这么有风险的生意，不如冒个风险杀个人，吓人呢。你的屋里的还有一个绒的，是针线盒还是一什么东西？这里头有线啊。这是我的针线盒。哎，用。你给他缝合包。对啊，我们那里都没有这样的针线技术，我想收藏一套嘛。不可能，这要很牵强吧。总之就是我这个现在跟针是我们从第一年开始慢慢接触，对吧？然后他又勒索我，然后现在又让我搞这个有风险的生意，然后我又不知道他想干嘛，我就看他很不爽嘛。然后我就知道荣耀给他去量体裁衣，然后我就不想让他有新衣服穿嘛，我看他不爽。
这就更牵强了吧？这听着非常的牵强。也就是说，蓉，你现在用的针线盒不是你的针线盒，是他给你换的。不，其实这种针线盒对我来说不止一个。但是呢，我本来3月13号呢是要到甄府去给甄量衣服的，然后我在路上的时候呢，突然我就不舒服，紧接着我就晕倒了。然后晕倒之后呢，等我再醒过来，我就发现我随身携带的针线盒不见了，就如那张图里的针线盒。你要这个针线盒干嘛呀？你的计划是什么呀？我没什么用吗？我就在走在路上看到他晕了，我就想这中原女子的身子太虚了，我就拿了他的针线盒玩一玩，做个纪念。咱投吧，咱投吧，要不投票吧？哎，不是，你怎么不救人啊？哪是救人，晕就是他干的，他就是要拿走这个针线盒。你接着往下讲吧，张博斯。哎，你委托我帮你关注我们镖头的行踪，他今早去德县押镖了，晚上回芒州。不重要的小镖员，3月13日，就是你一直关注欧霸的行踪。3月13号那天呢，我在德县押完镖回来之后呢，正准备走那个山路回芒州，然后没想到张波斯呢居然也来到了德县。他说呢，他是来送货的，还约我一起陪他一起走水路返回。他说他想家了，而这条水路呢是通向波斯的，所以呢他就希望可以借此呢去解他的思乡之情，所以我就答应他了，陪他一起走水路回来的。然后呢，路上是一路无事吗？路上并没有什么事。但是你把一条原来你要走的路给让出来了， 对吗？对，我就跟他走了水路，山路我就没有走。那条路是只有你自己走了水路，水路还是你跟你的镖啊、镖师那些都走？只有我，因为那些送镖的只有我。哦，对。还有，跑得快马行，凭据。跑得快马行收到张波斯现银1两，以用作买入一匹跑得快飞马。3月13日，哇，3月13号你做了不少事儿啊。3月13那天你真挺忙，偷了我的针线盒，然后又找欧。对，反正我就是得那天，得把你的针线盒拿走，然后我还得在一天之内赶到德县去告诉他换条路。那这个呢？这个镖呢？盒子里有蓉和欧的这个香囊，还有一个欧的镖。就是这个欧和蓉和欧，就是我是科学家嘛，我磕他们俩呀。这个更不可信了。这个真的。说吧，我同意。我知道他所有的这些不能说，都将我念完这个，他就能说了。芒州鬼市，芒州有一重湖，深不见底，水流怪异。相传在雪月之夜，坠入重湖死亡之人，若留有遗憾，湖神将赐予此人一次重生的机会，通过时空穿梭回到3个月之前，让此人意识寄存在与他同时亡故之人的身体里。自此，世上将存有2个相同的意识之人，原始意识居于本体，重生意识居于他体。重生一旦发生，不可逆转。直至心愿达成，重生意识就会消失。27年1月6日。啊，有一点就是他特别想愿意跟他在一起，你没有发现吗？绕船呢，什么上他们家有点哭泣啊，看到马那儿。你注意看一下我头发放的方向。
是个女孩。啊！哦，我不是张博斯。你是谁？我是荣，我是你，你是荣伯伯。那荣是谁？他三个月前就开始虐你吗？对，你说说你，等会儿谁加的我呀？你们俩谁加的我呀？啊啊！什么？不，他应该也是荣。我看一眼，再研究一下那规则吧。他是变成了他，然后穿越回去，相当于是同一个时空出现两个意识。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是在雪月之夜死在这儿的，他如果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么他会给他一个重生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意思呢？他可以回到三个月以前。嗯。然后呢，这个人的意识可以寄存在与他同时亡故的人的身体，就是跟他一起死的那个人的身体里面。所以呢，世上将存在两个有相同意识的人。他们俩相同意识是吧？他你是荣，他也是荣。是这样的，就是在我的记忆里面，其实这三个月已经过去了。就是我作为荣，3月13号是我已经经历过的一个时间。嗯。3月13号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那一天真刺史要杀欧巴。啊？因为我记忆中的那个荣，在3月13号替欧巴挡了一剑，死掉了。那天是个雪月，就是你约我走水路的那个。对，哦，怪不得你在3月13号又要去救他。对，3月13日如果欧巴走了陆路的话，他就会被真刺史杀掉。所以呢，等于荣的意识回到了三个月前，进入到了三个月前的张的身体里。嗯。所以现在有两个荣的意识。嗯。于是呢，他呢作为。这样一个身份，他就想制止在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在3月13号会发生的悲剧。嗯，一个呢，他让你不要走水路。嗯，于是呢，他同时，你为什么要拿走他针线盒呢？你不是应该让他别去那条路吗？对。如果荣不晕倒，你去给针做衣服的这个时候，就你就会听到针要杀欧。于是你就会千里迢迢地赶到那条路上去救他，然后你就会替他挡剑死在那儿。所以我就不能让你听到这件事儿，所以在你给他裁衣之前，我就把你弄晕了。哦，有这感人的事儿。哎，我想，那你为什么扎我呀？你这过不去了，你。对呀，就是，但是这个过程之中，你这个三个月之前的变化跟这个一点关系没有。因为他莫名其妙开始扎我这事儿，还是没有。这个故事里面好像我是唯一有意识转换和循环的人，所以可能就是目前来看啊，我记忆中的那个3月13号你们两个可能是团灭了，反正我起码知道荣死了，然后发生了很不好的事儿，所以我要改变3月13号这个节点。然后据推测呢，在2027年的3月13日与荣同时死掉的一个人叫做张波斯。嗯，而由于张波斯可能没有什么遗愿，荣有他的遗憾，所以在那一刻荣的意识就转换了到跟他同时死亡的张波斯的身上了。懂了。嗯，所以在我的记忆里面，那一天我作为荣中了一剑之后，我模糊中醒来，我就发现我变了。哎，我怎么衣服也变成这样，然后这个身体也变成这样，然后我照一镜子怎么变成一个波斯男人了。其实不认识张波斯，我就是照了，这我谁啊？然后我身边的船员，我说你是哪儿啊？他说我们从波斯去芒州啊。我说现在几号啊？1月1号。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那反正就要回芒州，我就慢慢回芒州找真相吧。经过5天的航行，我们从水路来到了重湖，重湖实际上就在这个芒州的边上。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我就一路狂奔，想回到我的故乡，看看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第一反应我是去哪儿呢？去我家。到了我家之后，我就见到了这个荣。
哦，怪不得有一天他确实来问了我一些很奇怪的问题，你身高多少，体重多少，怎么怎么，我觉得好奇怪。对，因为我知道我是容嘛，我所有的记忆是真实的，我只是最近变了，然后我就想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容。啊哈，我就跟他有试探性的对话，他全部对得上，然后我就确定他也是真的容。然后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两个自己的感觉特别的奇妙奇妙，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个容活得好好的，那我就也别打扰他。我跟他告别，我就是觉得另外一个自己在那儿嘛，然后我就暂时得以张波斯的身份活下去嘛，在三月之前，然后我就开始看那个张波斯的账本，我就发现他之前一直是亏的，那然后他也花很多钱跟这个他们去交易啊，交朋友。我当时没想别的，我就想说那重生了就以张波斯的身份先活一阵呗，没想他不会做生意，哎，他不知道说满足女性市场的需要才是第一要点，然后我就开始卖胭脂，然后就是以容的这个商业嗅觉来重新经营这个波斯生意铺，一下就做大了，做大完之后真又找到我了。嗯，我知道。嗯，过程中其实我跟他们都有交流，我包括他刚才欧说我为什么会去看那儿，因为我爱他呀。嗯，然后大回来找我说容天天扎他，跟他诉苦，我是会有一些疑惑的，因为我记忆中不是这样，就这还是个疑惑，但是我也说实话也没太当回事。然后我就继续去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然后芒州有一个鬼市屋，迎接世间诡异之事，他的规矩就是把你遇到的事儿写给他的黑衣人，他告诉你，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个答案，他告诉为什么会这样。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房审安排，被告、原告及证人会在11点抵达州府厢房，堂审一般于中午12点举行，堂审分为上下半场，各半小时，期间休息20分钟。就是他知道今天的堂审安排是什么。刺史习惯无堂审时，他11点到12点在冥想室打坐。有堂审时，他会在冥想室打坐半小时，然后回书房为堂审做准备。就是我把今天的堂审的这个时间线码得很细，包括整个空间，就我计划在今天要干掉他。就是我3月13号避免了他们俩的死亡，但是真还活着。咱们再仔细看刚才那个规则，就是那个鬼市啊，就是我相当于是一个平行世界来的一个怨念。嗯，如果我的遗憾结束了的话，重生就结束了。但是没有结束，就我就意识到我这个遗憾没有解决，就我不把真杀了这件事是没有结束的。嗯，我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我就是虐待他也好干嘛也好，其实他本来是没有想过要去告的，和离什么的，为什么你要去撺导大要跟我和离呢？我劝他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借着这个他们打官司的事儿。你想来这儿？哎，我想来这个堂审。那你有计划吗？有啊，他肯定有。那你们为什么扎我呀？这个也是我唯一的一个就是疑惑，因为前半部分到3月13号之前的记忆咱俩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结婚之后我也是记得对他不错的，就是虽然是相敬如宾啊，但是其实还是挺好的，但是他记忆中不是也是这样吗？哎呦喂，我有想那俩人跟我好过，嘿，然后呢，哎呦我开心了。其实我也没想明白你为什么会扎他。对呀，而且你就3月那个时候开始变，对，你就突然开始扎我，会不会因为你有了两个意识，所以他原来那个意识混乱了，然后就扎我呀？然后你就过不去了，你死了这条心吧，没有人回答你这个问题。今天让我搬蜡烛，今天扎我，谁会扎他呢？好，那我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了，就是在他那屋发现一个箱子，但是密码我打不开。没东西了呀。这不是你们波斯的。
现在是这样的，有两种可能啊，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知道有一个叫做精神油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就是在蓉的身上导致它有一些变化。还有一个呢，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是因为有了重湖这样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那有没有可能蓉现在也是另外一个人。有可能蓉待会儿辫子又放到别的边啊，那没关系，我往后放，我往后放，我往后放。哎，朋友，你才是波斯来了吗？我往后放。我跟皇子呢去了现场和这个真的房间。那首先呢，先让皇子跟我们分享一下州府的公知讯息和堂审的一些规则。芒州历史。在数百年前，芒州城原为一片荒地，先祖遭遇水灾逃难至此，在黑猫的帮助下找到食物，故而视黑猫为祥瑞。此后芒州人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缔造了今日繁华的芒州城。嗯，然后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州府的简介。芒州州府坐落在芒州城的东边毗邻塔楼。阳春三月是芒州最舒适的季节，早晨八点阳光便会均匀地照射在州府顶上。请注意一个时间点，早上八点钟阳光会照进来。然后是州府为刺史处理公务之处，每日上午11点上职，下午6点下职。我这儿有一张关于州府的总的图，面对公堂时候的左透视图，就这么看过去。对，公堂在这儿，对，然后那个冥想室在这儿。透视图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要作案的话，它会有一个机关布置。下面是咱们堂审的规定。参与堂审相关人员需于堂审前1小时到达州府，所以是11点。如无特殊情况，堂审一般于中午12点举行。堂审分为上下半场，各半小时，期间休息20分钟。堂审公平公正，由刺史亲自审理。若案件涉及州府内人员，需全程回避案件。也就是说，其实必须得由刺史本人出席，没有这个替审这么一说。但是呢，十一点他都到了，可是他说今天由他参军来代审。为啥？为什么呀？咱们这一个情况就是你们真把东西找齐了吗？好，行，先这么着。好，接下来呢，我们从真的故事开始说起。我们在他的房间找到了神荣四少，没错。但是呢，人是一样的人，可是身份不一样。他给自己叫头领，他不是老大，他是头领，级别更高了。然后呢，给大叫诱饵，给你叫狗腿。果然狗腿。给那个欧叫苦力。哎呀，所以在他心中你们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那个样子。对，在这儿呢，我们就发现了他一个所谓的私人有趣收藏集，就是他儿时的一些回忆。来听听看这哥们之前做了什么好不好。哎，私人有趣收藏集看起来很有趣的样子。哎呦，这猫画的。他终于不再吵闹了，杀了一只黑猫。可真狠。被偷了这点钱就急成这样，真是穷酸好笑。他还嘲笑别人。对，想不到那些钱竟是他为亲人看病的全部家当。亲人病死后，他闹到了父亲所在的州府，不料他竟一头撞死在州府门口。父亲深觉丢脸，只好将此事伪造成妖猫所为。今日父亲赐我耳光，是我无能，不仅惹出麻烦，还不知料理干净，我今后必当牢记。其实我觉得他牢记的不是别的，他牢记的是料理干净，就是用猫可以掩盖一切。
这等于有可能是妖猫伤童爱的来源。接下来这个又是一个人命，他居然因为受不了我的欺压自杀了，还留下遗书控诉我，我惧怕此事暴露后再受父亲责打，只好把他的死也伪造成妖猫所为。哦，哇塞，那么多事儿啊，就一系列的妖猫。今日与熏到了，失手杀害了这两兄弟，以后便是引号啊过命的交情了。他引导他跟他一起杀的，不是，就他们俩一块弄的。他引导我，他让我上的，所以他那意思就是我跟他现在是一伙的。他又不在，现在我哪知道你没有你那个啥呀？我哪个啥？现在他也没办法辩解。这文字字面上的内容就这么难理解吗？但是你本身也说你小时候就狠，这哪个字写出了是他引导的你？如果我要往人设把我稍微往好一点做，不就是他引导的我吗？他现在也说不了话了。接下来就是他有一封信。我儿小珍，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如今为父时日不多，所做最后一件事仍是与周府斡旋，举荐你接任为父长史之位，若有朝一日能入盲京为官，方不辜负为父在天之灵。就是等于他爸走的时候还帮他最后努了一把力，做了这么一个安排，就想要进盲京。还要提醒你们知道的，就是真可能比你们想象还要坏啊。接下来又是一封信了。芒州长史甄福，感谢你以妖猫之事掩盖我家小儿子于芒州失手杀童之罪行，使其免受牢狱之苦，我必会设法运作，不日便令你升任芒州刺史之位，以表谢意。郝有权，226年1月。就是等于真用了一样的手法。对，接下来呢，就是在他的房间找到了精神油。哎呀，咦，是一个匣子，精神油。他这个精神油下面写了一个：既然可行此路，我甄福便可以做铲除妖猫的好官了，必将使芒城百姓感恩戴德。当时他还只是想要芒城百姓感恩戴德，可是呢，有人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提了一个建议。这个人呢，就是叫做贾好友。甄兄，你之前送来的财物，王爷都十分满意。现在机会来了，我与信一同为你寄去的东西，名为精神油。你需设法使芒京的公子、世子、皇子们，说到自己了。都使用此物。等一下，等一下，我把这照片离你远点。你也用过此物？哎，我没有。啊，来，你接着说。此事虽难，但事成之后，王爷必召你入芒京为官，从此平步青云。贾侯友，27年3月。对，他其实挺想去芒京当官的，是他爸爸留给他的遗愿。这个其实是贾好友寄给他的，然后呢，他就去找了张。贾好友提供货源，张波斯把货品改头换面，成为一种提神膏，然后呢，再送到京城里。等于如果查到最后，就是他干的事儿，没错，就是真可以这个撇开关系。他家还收藏了一个欧式族谱哦，从欧大利开始往下一直走，你的妹妹欧妮没有出现在这里面。就是从头到尾你没有一个龙凤胎的妹妹，对吗？对，你就是欧妮，对吗？对，啊，你是女生？哇！啊，竟然！
怎么可能？接受不了。怎么可能？你是花魁。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年代它就是以男为尊嘛，作为我们一个标族世家，我们是三代单传，只传男不传女，所以生我之后，我爸就说我们这个家族的生意它不能就毁在这儿了，所以给我起的名字叫欧巴，但是 我是个女孩，反正我就是表错意了呗。你表错意了，你扎我干嘛呀？对不对？孩子，我就想知道这事儿，这都不重要。是有一次我在街上就看到蓉在放花灯，然后我就说哇她怎么那么好看，她的打扮是一个小蓉风，小蓉风，她浑身穿的那个衣服啊是那种滑溜溜的绸缎，跟月光一样，她戴的那些饰品啊叮当的东西我觉得好美啊，然后我就被她吸引了。所以蓉是我的一个精神向往，我实在太羡慕她了，我就打扮成女孩跟他们一起放河灯，但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谁啊，真的认不出来，所以我就告诉她我叫欧妮，扮演女孩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时光。可以理解。我非常想成为她这样子的女孩。明白。所以我是特别愿意接近她的，然后也愿意守护她。我对蓉的情感是这样的，到后来她也跟我说喜欢我什么的，我都只能用直男的方式去拒绝。欧木兰，但我对他又是另外的情，哎。那你觉不觉得还是现在做个波斯人好啊？不然你们俩在一起，我自个儿爱上自个儿了，对不对？那我去哪儿啊？后来发生什么，不得不让欧妮必须下线。人家说我们镖局有一个私生女。为了掩饰这件事情，我父母就花钱买了一个女童的尸体。哎呦，我们家人，我亲自为妹妹下葬，等于呢用她是欧妮的身份，我们做了这样一出戏，告诉大家我们确实有一个妹妹，我们没有骗人，也相当于把自己埋葬了。真要杀掉欧巴，你知道这事儿吗？这里就有个使命必达办之处，写给他的小纸条。熏这个，熏他，哎呦！妖猫现场伪造一半妥，这是在今年的2月10号。然后今年的3月13号，糟糕，欧已先我一步找到翡翠猫，且近日造访了收获地，恐已发现交易之事。就我发现了他们的交易地点吗？我先去到了那个货物的收获地，我发现那个地方是一个废弃的驿站，它实则呢是为芒金达官贵族们私下收取货物的交易地点。他们发现你发现了。他觉得欧知道太多了，他自始至终，他13号杀欧跟这次杀欧都是因为欧知道太多了。与此同时，你们家另一系的也是有一个儿子叫做欧，欧哇哦。哦哇哦哦哦哇哦哦哇哦哇哦哇哦，这个哦哇哦被圈出来了，旁边加以注视，此人易于掌控，杀掉欧后可使其继承欧门镖局，日后为我所用。今天勋为什么会去唐审，我还是觉得很奇怪。勋在今年的1月5号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真凶
昨夜天气突变，我不幸受凉，病重无法握笔，所以让人代为执笔请假，希望真凶能够让我休养一个半月。我就是中间休息了一个半月，然后呢？没有，没有，然后就是请假了。嗯？你这一个半月干嘛去了？身体不舒服啊。学走人去了，就是这一个半月，其实我就不想要跟他们有接触了。你不是已经改过自新吗？为什么有一个这东西，一个巨大的一个金的东西？对，两边是那个蟾蜍嘛，中间是一个大的一个钱袋，上面写2027年3月14日熏赠。他一直克扣你，你还给他送一大坨金子。对呀、啊，就是2027年3月14日，就两天前，他们俩不是要离婚吗？那我问他，我说你要不要跟这姐夫离婚？他说不。啊？他说不要离。还没扎够啊？不是，今天就有点扎我。那不离的话，我就想，那这个案子其实我能给他处理了。嗯啊，所以我就给他送了一个东西，让他今天必须在那长审。嗯，我来审，然后他最后出来签一个同意就行了。然后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打他。然后最后打完之后说离不离，我说不离。为什么要打他？不让他离，主要是打到不让离为止。就他天天扎我，他弟弟打我，然后我还不能离。我跟你说，这是他表面的借口。对，我们再去看看现场是怎么做的。没错，首先这是这个尸体的状况，脸上、衣服上都有猫抓的痕迹，特别是脸上特别多。如果是以蓉的手段的话，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人已经不可能去盲经高升了。衣服里面有非常多的血迹，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凶器，有把剑，但是这个呢，请各位注意，非常的扁，就是它造成的伤口应该是一个细条形的，而尸体身上的伤口是宽的，更深的是枪头扎的，所以真正的凶器应该是张在草丛里面找到的那个枪头。啊！换，换刀了。为什么枪头上的血那么少？是因为我和黄子发现，在他衣服，他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跟别的血迹不一样的擦过、擦拭的痕迹。对，它有点像三角形的这个形状，我怀疑是擦过了。他那里有很多屏风破坏的这个位置。只有这个呢，是一个特别像是一个通过的洞口，就它是啪穿过那种感觉。那么这个角度呢，是黄子从楼梯上拍下去的。对对对对。它呢，就是从这儿你能很清晰的看到，透过这个屏风，刚好可以到达坐在那儿的真的胸口。然后这个屋檐上也留有蜡的痕迹。机关啊，机关肯定是个机关。在屋檐下面的草丛里面发现了一坨油脂，这个这儿包一种东西叫做蜂蜡，若阳光照射3个半小时就会融化。因为我们出现的是12点半，然后我们听到猫叫，走进去看到真已经死了，那么往前推的话至少是9点，蜡就应该，机关就应该已经做好了，因为它要3个半小时融化，当然有可能会更早，但是不能早于8点，因为8点才开始有阳光，所以就是8点到9点是作案的时间，就是在3小时之前做好的机关，对，是吧？9点到12点的时候。那谁能来呢？
哎，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其实你头一天已经把机关放了，也有可能。对对，因为它八点阳光才开始照射嘛，对吧？到十一点半还才会发射。那十一点的时候，真给我们打完照面，它进去是正常的呀。然后呢，这里呢有一个香薰记录，州府办公时需每日提前半小时于香料铺取香料，银针验毒并沾水来挥发，确认无毒后于十一点前送入冥想室并点燃，关好门窗，确保燃香效果。它本身这个香应该是这个样子，你听。27年3月熏燃焚香，黄色香料燃烧后为灰色粉末，然后有今天确认无毒的记录，也就是十一点确认过了无毒。可是这个灰烬里面，除了有刚才说的这个灰色的粉末之外，有非常明显的小的圆形的颗粒，而且还不止一两个。凶手要干两件事儿。8点以前，他要把这个蜂蜡放好。对，11点，他还要在箱里面加东西。为啥他要在箱里面加东西？因为他不然怎么能够保证真坐在这不动呢？对，不加东西怎么让他昏迷啊？他冥想，他有可能起来啊。对啊。但是重点是11点以后他要进去放东西，因为11点以前要验毒的。对，如果他是无毒的进去了，那这个后面的人就怎么能进去？就是因为无毒的话，他就是醒着的。是啊，对啊。他怎么放进去？而且那个香炉就在他的身边。对啊，他放，有人进去放，他不可能不醒啊。但如果他前面下了毒的话，怎么就没验出来？是啊。就是怎么什么人能进到，没事就进到州府，这个是很。这里面呢，你可以做到，他也可以做到，荣可以做到，因为他帮他弄衣服。我有一个说法，我不是随时可以进去的，我只是在特定的约了的时间，我可以去给他量体裁衣服。我明白，我的意思是你去的话，你有一个借口的话，其实没有那么突兀。你能怎么进去？我是因为这两天来这边打官司嘛，然后所以我当晚我说我能够那个撕到那一页，也是因为我这两天可以。他来报官。对对，类似就是这样，但是我不能待现场，就属于那种。他原本真实的那个枪头上面还有猫毛，这个是我不太理解的。但他又要把枪头处理出去。对呀。等于后面他还要在机关发动之后，他把机关收掉。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今天的这个案件，其实由勋来做审。勋出庭那事儿不是很突然的吗？就是因为咱们到了门口才跟他们说的呀。它区别就是，今天如果是勋来审的话，刺史是应该按无堂审的作息走，对对吧？无堂审他是11点到12点都在冥想室，而有堂审的话，他只有11点到11点半在冥想室，他后面半小时会去书房准备。所以这半后面的半小时非常重要，后面的半小时才是做本案的半小时。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起的作用，就是让他多在这做半个小时。作为我这个姐姐的这个角度啊，我们虽然是亲姐弟，但是。他为了我不合理，就送那么贵重的一个东西，他一定是有杀机的。锁凶吧，就是他了。啊。所以呢，本案就现在就有一个结果了。听起来目前是只是你。我有几个疑点，就是。我印象中的概念啊，冥想应该是就坐在那儿不动的。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是他做的，他不需要下毒。对对，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这个。他一定是要杀他，但是就只是说，现在以这个手法来讲，他确实下毒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是的。
但其实这里面香跟这个枪完全可以是两套方案。他不知道有香，香是别人放的，他也不影响，就是他把那个东西放在那儿，要确保这个人11:30之后坐在那儿。这个枪如果真的是凶器的话，必然要满足一条件，就是昨天晚上入夜以后能在这儿自由行动，而且包括我们看那儿不是一个好像轻功高手上二楼在那儿装了一东西，那大梯子呢？你晚上出现在这衙门里边不突兀，然后你还能在那儿弄一这个，我觉得满足这个条件对于我们来说都挺难的。对。剩下的讨论我们都等第二轮找完线索之后，现在我和黄子我们就试着先投一票，好不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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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手要满足的条件，第一个是昨天晚上得能进来布置机关。嗯。今天11:30以后到12点之间，他还得有时间去收这个机关。他的位置得方便。这样我们可以通过方位排除一些在位置上，第一不太方便行动，第二有可能会被目击的，或者是他的动线上不行的人。对。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先研究一下这个位置啊，是在这儿对不对？对对对，在这儿。然后在这儿，嗯。那么也就是说，厢房二，就肯定三是最近的，二和三是先后进的，对。那么四跟一，就非常有可能会被目击。没错，对不对？熏也有可能会被目击。对，所以二跟三是更有可能的，对吗？对，好。那么二和三呢，分别是荣，和张。荣和张，那你觉得荣和张谁更像呢？今天这俩都有可能去收，而且哪怕被对面的人看到了，其实也大概率不会举报。他们是同一个意识，也就是说，就算是张目睹了荣，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意见。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同一件事情。那倒是，因为首先他其实现在已经也意识到了，就是自己有更大的那个怨念，且是对真的。对。可是荣并不知道张是谁，对，所以他不敢大啦啦的当着张的面去收这个东西。只有张知道是安全，所以他就算是被荣撞见，他都可以，甚至跟他相认都有可能。对。我觉得张的可能性大，是因为这个机关爬上爬下的，我觉得我可能更倾向于投张。重点是11:00以后他要进去下毒，但是如果张经理跟他说您说的那个精神油的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或者怎么样，这精神上我觉得这个不突兀。好，就这样，没事，反正也不指望一定要对，但是目前为止我觉得他很接近。是的，好吧，就这样吧，走，加油，警察。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真心真意安慕希，长白山蓝莓酸奶最珍惜。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实时 get 节目精彩瞬间。上微博参与“大侦探”话题页点评，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新闻客户端 Zucker 界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 YY 直播、墨迹天气、智行怪兽充电、智联招聘。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